个削皮洗干净，我们先把土豆处理一下。这个可不要浪费了，放着咱们炒着吃，然后咱们切成厚片。干净的青椒切块，蒜苗切成菱形段，然后开火加水，锅开之后咱们下入土豆。然后把它煮熟啊，差不多一分钟的时候加一点盐在里面。煮好之后把它倒出来。对，先将锅烧热，然后加入凉油，把锅滑一下。淋上一点淋油就好了。